这个时间很合适啊，我们现在就是在春天啊，万物复苏，对吧？是一个非常有美好寓意的季节啊。无论在严冬，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困难，经历了什么样的挫折，对吧？我们始终把希望留在心里，始终是期待着让我们的生活通过我们自己的这种努力啊，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加的美好。我和这个美杰新青年乐团嘛，把维瓦尔第这首著名的春带过来，用它来表达，一个是对武汉人民的这种一种情谊吧，啊，另外也是借这个机会呢，能够表达我们对于这个生活的这种希望。